下礼拜一我要跟我弟去东港了。我今年还没去过。了解了。因为五月中到五月底，我在家。对吧？来，我把杯休看，蛋姐我跟丢开啊。哎，然后小姐的稍等一下，还有来啊，帅点先。陈汉下礼拜会来啦，他这个意思就是陈汉下礼拜会来，你们看得懂吗？陈汉这样子讲就是下礼拜他会来。来啦，开玩笑的，来要吃鳕鱼的来，很漂亮吧？是吧？我大地啦，但是足够。来，这下要就开一千开八百面来五百块啊，鳕鱼500块来，来五百块来，这个三条哩，这个四条哩，来五百。OK， 无得啊，无得 OK。对，无得啊，无去上一台，六个哦哩，一台算你存个一百，啊，五百块来，啊，有人要一箱，500块来，够不够快？有人要一箱无？对，拄好有人要一箱，对，来来呀，还可以啦。是有人要一箱无？来，挨个进。到腰不是5片呢，是6片呢，鳕鱼啊。来500块，最后一个客人，赶快，算你500块，来三百块的鱼啊，来进来，最后一个人，来算你拢完吼，拢完吼，来，啊算你个，搁有带个没？来，啊要吃虾仁，买500、400，来300块完，来虾仁300块了，不用等，来4个客人买就好了，这比较大只，哎、欸，这个才大饼啊，这个大只，来300块来，5个人给买，4个人给买。那下礼拜会来啦，那这样讲就是说，都给你了，来，那这样讲就是他下礼拜会来，啊你有没有要来？你有没有？要来，听得懂吗？来，哎呦，你们要听得懂他的意思。不是虾卷上，虾卷也可以卖300，来红顶鱼，来黑鱼300块，四个人给买的，拢给你啦，300块，也一样，下面都是虾仁哦，冰块是现在才给你的哦，我来300块来，来最后一位了，虾仁300块，黑鱼300出几分了，来300块，够了，不买了黑鱼了。来，最后一个300块拢够买了哦，黑鱼三百拢够买了，人家有减三无买着。来虾卷，黑鸡票换咸素鸡哦，来我家己去。来要吃手工虾卷的，来200块给我，来黑鸡200咯，也买一份就好了，我买两份，是吧？要买酒啊，冰箱会冰不下。冰不下，好买冰箱就好了。来黑鸡200过来。来，你要聊清水牌哦。来4条、5条、6条、7条、8条、200。这两条搁上面10条，二啊五啊，12条哩，这两条搁请哩，买3个来200块，就刚才那件真正。刚才那个买整箱的，买整箱的客人多来个5位就好了。来10条，二啊五。买整箱的客人多来5位就好了。这两条搁请哩，来200块，手工虾卷，就我一个买了，个人阿伯买条虾卷无？好，来大哥要来，赶快。好，大姐要再一份好 ，OK。来，还给200块来，给来够三百六。我们家虾卷。下礼拜你就会看到陈汉站在这里。看看你来呀，大哥们来。下礼拜你就会看到陈汉站在这里，陈汉会站在这里。过来。然后陈汉就会拿个板子帮红豆扇风，就在旁边帮他扇风这样子。来，还给200块。他等下自己走。来200块来，来弄完了没？还给。来，好，来下一个。有二娘，有二娘来，哎 ，OK 啊，那，是吧？来，你们吃卤的，不是啊？两二娘，几块牌来，200块来。两万。你只收两块啊？来4块，来6块，来8块，来9块，来10块，你给这个真给这个哈，给这个7、8块，来200块。真的好吃，这是鸡腿排哦，牛二两的鸡腿排。牛二两是口味，不会辣。来6斤，来7斤、8斤，来9斤，来10斤，有一等一斤，等一行，来200块，够了没？吃牛二两鸡腿排，动作快，来200块可以。来200弄完了哈，鸡腿排过来，好，谢谢。贡丸有人点。好，阿哥要吃贡丸，哇，盐酥鸡好，加我好。今天有薯条嘞，你若要吃薯条，我讲我来贡丸200块。来，恁两个人去买买咯。两个客人出来，共买200块拢给你们。来200块，来两个客人买掉。来200块咯，我就白仓诶。金仓啊，哎。别乱。不行。来200块。我大礼拜大一等你，我大礼拜大一等你。200块共买200，你刚上架来。拢买哦。大礼拜大一等你。你刚上架来。来阿公上，给你打阿公上，共买掉上。红沙来500块。金仓啊。红沙面我包碎了，大家。真的很漂亮。两只就400块。来，没有，来这边过来。来这边的厂里来，500块来。风可遇不可求，不是每个都有。还有吗？500块有。来，红沙500块来，这边最好吃的。两根没有，每个都有。
沙尾来，这边多少里来？红沙来五百过来，来带哪位？红沙跟我落来，来加麻油鱼，免五百四百，来三百过来。来，谁要吃加麻油鱼的，数字给你。今天六月一号开始，你老人拢记得啊，我不敢记哦。我来去哦，来我吃加麻油鱼，解冻切切非常好吃，不会辣。还要喝什么？我爸开心，我先跟他讲。加麻油鱼有没有吃？就跟他喝，好吃吗？你吃喝点得了。是吗？你吃个三米来六只，我让你欢喜来三百块。加麻油鱼，买五十只的来啦，没有。加麻油鱼来三百块，最好钱了，给给六只六只六只，来三百块加麻油鱼。真的来啊！如果你要边修边有落爱加买两份啊，真的。这每天会分会小区拢做菜的，来三只、四只、五只，人工、人工、人工，你加了更贵，有的是我去加的吼，你感觉贵。来椒麻油鱼，来三百块，你加拢两份。做中部嘛是迄种有尔，椒麻油鱼三百，那有三百未加着，来四只、五只，来三只、来三百块，这边摆好，椒麻油鱼，这边摆得不错。来，谢谢。来，拄我上面人，我买鱼冻，我买鱼冻。炸呀、啊，来炸、啊！蒜辣鸡腿先别来，蒜味鸡腿，蒜香鸡腿啊，应该不辣、啊，那个辣要去掉了，因为我吃根本不会辣，真的好吃。一包十只，真真季节气炸锅，一包卖三百八，我卖三五三百这样一包，真真季节气炸锅好吃，大哥好，来两百了，十只哦，两百块尔，大哥来，大哥你扛到顶顶啊，不要紧啊，反正来，收单啊，你也扛起来吧，来两百块来算香。你来了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不要紧，我话你看重，你唔敢再讲嘅。来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你什么咩料？伊个意思是讲你安尼不好客气啦。我咩料进来啦？真正好食，这囡仔嘛爱食哦。哦，囡仔嘛爱食，以前以前真同行咧卖啊。我唔知卖完未，我问看嘛。几包啊？来啦，来两百块啦，来来，这就。龙记了没？蒜香鸡腿。有没有鱼皮？有没有鱼皮？好吃的。海龙虾啊，鱼皮啊，海龙。对，没错啊，没事吧？来两百块了，一包鱼皮八百块。来200块，你买个爱大花长，大哥我朋友吃的。你买个假的都欢喜的。三百块来两百块，苏墨鱼皮，来两百块来三百块，来两百块这边放这里。来，放哪里拿？哎，这里可以放。来鱼皮两百块，够两百块了不？是一包是两包而已。来苏墨鱼皮200块，够三百块就去。鱼皮做好吃，就是很多。来两百块捞过来了。这就是苏墨鱼皮200块，够三百块就去。两百块，不是一包，是两包哦。阿姨到他车出来，阿姨到。啊？那今天很强吧？咖喱哦。很强。来咖喱鸡，来咖喱的东西。来，各位观众来，放你的时间搞啊，放你的时间搞啊，快点嘞。要。两包给一包半斤，300克90块。那是两包180。咖喱鸡。这个一点点的辣，跟那个蒜香鸡腿的一样，稍微的辣辣而已。因为要说给老婆，因为做小块烤皮拍下。这么贵啊！来，我要吃两包吗？800，你买300给你。来，200块，盐酥鸡有人要吃无？300包，200，小姐要，谢谢你。上次有买到吗？没有，这包在群里。你女朋友在那边买的，做成功。这包够少，你都没有了。贵的了，包给你吃。来，200块，贵到紧的，6包给你。3斤啊，给你200尔啦，你吃盐酥鸡够紧。来200块来，多贵嘞，多贵嘞，5元收机，来200块来，大姐要买点，放那边就好了。来200块来，来多贵嘞，多贵，不上面去啊，去。来200块，来鸡挂鸡挂。来腰挂。我怕打无人啊，来200块来，去来要收机。来，我就来啊，来去了。好，来啊，来啊，来。来200块来，帮我挂回去。你爱找沙发，爱找啊。我一日500哎。我挂亏，你也交三百的啦。三百块，我想我准备来三百块就进来，来三包四包五包来了，包你来，真真气血气炸锅。好，喜欢我宝贝啊，我要上。来200块来。有啊有啊，你讲讲这下边玩乐别买，来200块。阿七包钱，我来，阿七嘞，我三包钱来，咁少给200块来。小妹，你看到你几杯？几杯啥？三包，我话俺就交账来，有。好好吃。来，够三包咩？就最好吃啦，去。小啊，三包200，来，刚才大哥来。
真真季节，季大风非常好食，来两百块无啊？谢谢，结束。好，来咖喱鸡来，五三万，五三万个吹着哦，看吹好无？但是稍微袂，伊做辛苦的，我袂较少的。这是鸡肉的哦，鸡肉咖喱，一点吧，多好食。怎么煮？不用煮了，你等下哦，后几个面包装，热水加热，浇粉就好。这一盒内底的容量会当两个鸡蛋吃。现在我两个人去那吃，这是鸡肉的，不用担心哦，做好吃。这我已经吃做成起来呀，都唔变，啊唔免变哦，唔免变哦。你吃是就用胡椒椒白粉的，来两起啊，人卖偌济，318块，一起啊100块哦，两起啊卖300，有够少啊，卖鱼啊我卖200，来700块哦，100块来咖喱鸡肉来。来两个包，好，来，到时要200就对了。来咖喱鸡肉无啊哦，后面来进来来100块来。你大家都买对啦，咖喱鸡100块，你唔当真正买100吼，两个囡仔足紧就食完啦，来100块。超能力霸王，真正都要买100块嘞，超能力霸王咖喱，真的好吃，来100块，真的好吃，来100块对了哈，不用冰，就放客厅就好了，放暖气菜了，来，看你那边薯条哦。来，53万5只，做一名。1500都唔免，做好只，这特一级的，有买过就知道了。来，1000块给我来，1500你要几份？一份一份都1000块了，没办法，一只一只卖，我拢是5只，做一名。一张300块好，只要给你烧好，要吃较变好。下无甲你变叫的来，鱼肚啊，爱钱来，鱼肚给我来。来，小香肠，阮这也是咱等要半点钟啊，做着啊。好吃对不对？我跟你说也加买两份啊，7条100对不对？我卖你15条，不用200，足好吃，越蒸越炒越香，来100块了，100块了，一个15条呢，100块。小香肠，脆皮小香肠，不要怀疑，我真的卖你100块15条。哎，我无白讲话啊，你等下越蒸着，你就知好吃啊，卖你上几百呢？来，小香肠5个可以吗？来，1个人15条，来，阿要吃鱼肚来。鱼肚买500，买400，买来300块呢。5次的哦，5次的鱼肚，喜欢的动作快。6个，来小香肠6个，来4个，来5条，你300买到5条啦，卖阿蛋啦，卖阿花啦。6条你呐，只要爽快来鱼肚，这边给你来300块来。来个人买鱼肚的进来哦，来300块。银钱就有啊，银钱就有啊。哎嘿，来银钱，我就知你买啥。嘿，我知，来300块来鱼肚，来300块来。来300块来六片给你，来300块来几家黑的，然后还加买两份，来鱼肚300块，我拢有吃的，来几家谈的，我来两份，来走啊你，还要来六这回好不好？来300块来六片300，都买到了没有？鱼肚，来最后几个人给鱼肚，来再几样，来300块来走起来。来300块来了，丁丁是谁啊？丁丁该不会是那个男生改的女生账号吧？来300块你都弄过来啊！丁丁该不会又是哪个男生改的女生账号吧？来下去哦，下去哦！来，要吃海贝，开500，海贝开400，来300块完，来200块完了，对啊，要求两个都买去，一半卖5个，一半卖4个人给好，来200块拢好你来，全部4个就好了。来，要吃虾子的动作快一点，来200块。来200块。对。有啊。都袂啊，袂啊，加着。你要冰块啊？咸猪肉。诶，虾啊，200块袂啊？多重？一人咧，海白虾200块，固定。都有了吗？只有7个吗？7个而已，这里4个而已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后边包拿好对。哦，来切啦。来，好，阿要吃鳕鱼，等足久啊，哦，吹着啦。嗯。鳕鱼找到了，来，想吃鳕鱼的举手。今仔免买3000，买5000，来1000块完。有高吧？有高吧？做大地，但是做高。来买只1000块，我来。老师，我不再算你哦。怕我会忘记哦。好，今仔日唔对呀。我来讲，啊，这唔对要哪？就是甲拼落，要怎？平凡。来两地就300块呀。你有收无啦？有收唔就花一个。一个。啊，对啦，好来。来1000块来。那我袂搞淡薄啊，我这有咧摆阵咧，搞破阵。来1000块来！哎，你们不吃鳕鱼啊？我跟你讲，鳕鱼现在啊，不管鳕鱼、鲑鱼、土托鱼都很贵。来，他们在玩鲑鱼哦。我都卖你们很便宜，吃我这1000，大家，喜欢帅哥妹来啊，不然就要了。来1000块。
啊，带无买就紧，还无切着。冰冰是谁啊？冰冰是谁？我今天袂算你呢。来一千块。对钱呢？来一千。啊，无交代好不好？好。一千，交代一千，我一个等级啊，啊无十代好不好？好。咱冰无路，冰无路，你看咩？我了钱哦，你不要忙。来一千块，一个人十片了呢，我一个咩呢？冰下来到尾，咱讲真嘞，无人安尼袂起啊，一袋搁三片，一袋算你存无一百块。一千块只有一二三三个客人，十二袋好饮，来一千块来，最后两个人可以算你一千块，我白话算你比较俗的。来最后两位，鳕鱼一千块，大家要吗？说真的，不一定要自己吃，可以送给朋友哦，兄弟姐妹吃都 OK。来一千块都有啦，小家庭足济呐。啊，不过小家庭无得呢。马基，我分出两个人，给小家庭买个给五百块完。小家庭要吃的啦，五百块给我。马基，马基，你吃不了，没五百。好啦，叫各家小家庭啦。来五百块，来最后两个人给鳕鱼，来五百块来。大哥拍谁啊？你讲没完呐、啊！我爸功德来，最后两位选都买到了、哦，算你来了，谢谢。好了，不要一千了啦，哇，我拢全部拢花一千块，你也变没有拢啊？来，各位我爸过来，大地哦，大块了，哇哦，水哦，包哦，够水够包，来三地我爸，来四地哦，你，来这两个客人来，我爸好，五地哦，你真来，我爸过来，鲑鱼，来要鲑鱼的五百块，动作快啊，三地四地来，五地哦，你来。我发好了，五片五片，哦，恁欢喜要求才大地，五地卖八百，都够少啊！我发好了，来，搁有三百块的桂圆，动作快！来五片五片，来感动，来我发过来，最后一个人给桂圆，来，咱几号？好，最正啊，三千多，来桂圆，我发好了，进来进来。我买的，我买的。先给我就好了。这表小进来，来我发过来，进来。你要买多少？来，你来。搁有三百块的桂圆。对对对，来，我爸过来。好的好的，进来拿钱。要出柜都买到了哈，好，谢谢了，收起来了。大陆可以买吗？这还没卖一样。对啊。进来进来进来，我爸有钱就可以买。收起来，我你划算吗？你运费都，你运费就不值这个钱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五百块，这有什么赔的柜？原来五百块。来，我爸过来了啊。五片五百买不到了，说真的了啊，来，大陆啊，大陆你们就在你们那边买就好了。来，阿妹讲，我忘城堡。来，小卷有人点小卷。小卷了，小卷买一千好不好？买八百不用来，我爸公。来来来，两个人可以这样修工。来，我爸公，是吧？这修工好漂亮。来，我爸公。可以导游。来这边过来。来这边去。来，你两个妹妹都来，我爸公来。两个客人出价了。来，我贴给你的款了。来，我爸公来盖，来盖。你好，想到台湾走走？为什么要到台湾走走？来小香肠，没有回来先。你们中国都走不完的，阿拉拉你要干嘛？怎么样？来小香肠，谁买的？差不多啦。不要卖搞，不是搞这。来小香肠，谁买的？那个。看到没有，小香肠。那个。小香肠。你们中国就走不完了，干嘛来台湾走？来，阿妹吃白带来。来小片。五个水的来，来要吃。哎，这个还我好不好？他只讲。还我还我，五百块还他。重量都是一样的啦。来，要吃白带来，开五百，开四百，来三百块。白带中国来三百。来，你东西还给我们。每个人都有，大小片都有啦，不是你的而已啦哦。只有你的都很大。干脆不要买好了，好啰嗦哦。来，我要吃白带来三百块，三百块来白带买三百了。今日要吃白带来三百。对啊，很便宜啊。真冇。没人会晓吃白带，啊，无人白带好了嘛。一个。来三百块了，八片给你，来三百，来十片给你，你嚼爽快。来三百块了，一个人拿十片回去煎。不啰嗦，再送两片。来三百块来。三百块。啰嗦就没办法了。哎，来三百块白带，来最后剩三个人给白带，中国没五百。
来三百块。啊，今天是要搞啊，配料。你吃到几来？我今天吃鱼的配料拢破去啊。那要吃白带，三百块头，拢准备了吼。哦，白带鱼上好，安尼好买了吼。对啊，加六肉带怎么了？好不好？来，一共有三只。哦，好，加六肉带新搭档，对，加六肉带新搭档哦。我要点菜哦。来，干贝要一千块。中国没有这样拍卖，不是没有。你们这样拍卖的话，会被倒查。